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f(x) 是等于这一个的，那么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我们发现哈，你 f(x) 加上呢 f(x) 分之一哈，它会是一个呢固定的值。怎么看呢？我 f 呢 x 分之一，你带进去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2000了哈，它除一加多少呢 ？x 分之一嘛。这个是等于 x 分之多少呢 ？x 加一分之2000呢？这等于多少呢 ？x 加一分之2000 x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 f(x) 哈加上呢 f(x) 分之一，这会是一个常数了。就这两个相加嘛，这两个相加的话，你2000哦，一加 x 分之2000抽出来。抽出来以后就剩下一，那就剩下 x 了，那这个刚好可以消掉，等于一个常数，这常数有2000的，也就是加起来2000，加起来2000的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什么 ？m1， 我把一带进去的话，就二分之2000，就1000嘛，就1000呢，那加上多少？加起来2000嘛，所以是。哎，有几对？一二三四五，有对嘛？五乘以2000，那这10000，10000加1000就11000啊！啊，11000，所以答案是11000。